上学路上，爸爸说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迟到，然后你说了一句话就被爸爸揍了、啊、难道是我忘记背书包了？我一会儿给你送啊。这好像不行。那是我忘记洗脸了。没事，没人看你。哎呦我的妈，不是我都不要脸的吗？哦，肯定是我不想上学然后就被打了。不可能，这都不挨打，一定是我不想让你送我。哎，那明天让你妈来。脾气都这么好是吧？那看来不是我的问题，应该是爸爸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还能点亮你的心。怎么还对上暗号了？那妈妈说今天下雪，这总行了吧？张万森，下雪了。什么鬼东西？不到我。这其他的看着也没毛病呀，不会是我今天放假吧？放假还让我看。